賽規模的一些可能性。我們已經約了康樂同埋辦事處的經理張經理，會就剛才所說的事作出研究。當然除了很多資源的配合，也都要在座那麼多位足球員和一些在元朗區搞了那麼多希望在來屆將這個元朗區足球聯賽搞得更加成功。最後引足代表引代表元朗區區體會多謝大家，亦都祝大家身體健康，身心愉快。好，唔該曬兩位議員。首先我讀出的得獎的運動員，請你哋出嚟準備啦。咁咧，青年組最佳神射手咧就係由寶雅FC的雙友田，他們入了五球的。另外呢，就是青年組最佳體育精神獎，就是呂松光中樂編隊，請你們出定期了。我們邀請我們的頒獎嘉賓，有請元朗區體育會副主席陳新輝先生為我們頒發。有請陳新輝副主席為我們頒發。請主席，陪同啦。首先是青年組最佳神射手，咁啊，呢個就係寶雅師隊嘅蘇友田，佢嘅成績就係總共入咗五球嘅。好，恭喜曬！跟住就係最佳體育精神獎，有請呂松光中樂編隊。
獎項嘅隊伍，請你哋都出嚟。